大家记唔记得前嗰两集？咁咧有一集就系关于有三个 A 零嘅参赛者，咁就做 speed dating， 跟住咧后屘就撮合咗 Jeffy， 即系做保安嗰、那个，同埋一个叫 Carrie， 就系做护士。三、二、一。嗰日撮合咗之后咧，咁真系去约会，仲系去拣今日。啱啱佢哋食饭，跟住佢仲 send 咗张合照俾我哋，证实系得嘅。好，睇下，哇哇，好励志啊，好融洽啊！大家真系出嚟见个面，识个朋友，所以即系未必话情侣，起码识到个朋友先。我哋系做到嘢噶，